走了，现在走了。好，今天的散步，快点，我们今天散步快要走完了，好不好？带三宝一起出来 run 一 run 的那个。然后天气哦，因为我们这边的操场的草地刚这样清扫过而已，所以蛮清爽的哦。其实我觉得如果天气好一点的话，应该可以空拍机来一下哦。真的好久没有来这边空拍了啊。然后我们大大哦，有人指定要看大大的走路特写，是不是？大大是 O 型腿的啊，所以他走路呢，他会比较前面会比较外八，然后多多的走路是正常的，啊九九是慢动作型的，所以呢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三只都有不一样的秀哦。这是维多利亚的、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秀柯基版，来给你，给你大大，快点，好渴哦，真希望呢，等一下走到一半会有人刚好拿整箱的啤酒，冰的哦，最好是冰的哦，然后出现在这个公园旁边，这样该有多好，不知道该有多好啊、好，行了，哦，你看这 O 型腿、跑起来真的好疗愈哦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大大？哇，这样追其实蛮累的嘞。好了。刚刚按到了镜头，好，赶紧把用手把镜头挡住，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本身那件慢动作的，对吼，我等一下要骑车呢，这样就酒驾了呢吼，好，感谢你的提醒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觉得好，那我重新更改我的愿望清单好了，等一下呢，我希望等一下前面有人在那边烤肉，然后喝冰啤酒。然后呢，旁边还有温水游泳池，然后很多比基尼辣妹跟那种，然后怎么越来越多？然后呢，重点是喝完吃饱以后呢，他们还有计程车司机可以载我回家，我、这样子完全就已经达成了啊！我都忘记我骑车来，等一下要骑车回去，所以这个愿望呢，我最后做了一点稍微的修改啊，如果上帝有听到的话呢，麻烦再给我一点点。给我一点点回复好了，好渴啊，又渴又惨的，好，走了走了，来，耶，这个天气其实真的还不错哎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刚刚远看呢就可以看到那个这个地方，你看这里有个圆形的感觉很像是什么魔法阵或者是什么，估计应该是那个除草的师傅呢在这边。绕圈圈然后把它整个除草除得还蛮漂亮的，够追可爱阿丽呢，怎么样？没有球呢，多多，你不要看我们 no ball 呢，没 ball 呢啊，没 ball 啦，我没 ball， 你这样看，你们不然你们自己去找石头啊，去找石头看你。哎呦，刚刚看到旁边有两只狗朋友了，过来。克谁？你们虽然是三只，但是人家的体型比你大哎。你他妈啊，多多，你在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玩啊！你看人大大，你看大大那个就是拱大，大大那个有没有？大大就是那种小归小哦，但是呢，他是那种打架是完全没在客气的啊。怎么样？你看我干嘛？我没球啊，我没有球啊。哪来的球？北七来啊，北七来啊！没有球呢，我没有球，我怎么跟你玩？我都没球咩？对啊，今天没有打算要让你们玩球啊！No ball, you know？ 倒钩力难得嘛！来，等一下，各位，你要看一下九九的脸蛋，谁给你尿尿的？他尿中间一大条哎！他的整天中间一大条都是尿，这回去要洗头了。哎呦喂呀，上来谁尿的？然后怎么样？你不要护指，我现在在质问谁尿的？豆豆，你尿的吗？大大，你尿的吗？你知道是谁尿的啊？为什么爸爸的头整条都是尿啊？就算我问大大，大大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就算他知道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。
它就只会这样子，因为大大的头就是坏掉了哦，它生下来就有一个缺陷，就是这样子哦，就是头壳本来就有问题，你看就是这样子哦，公公啊，多多的他可能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多多尿的，但是那我们知道，请法官来，来法官来，法官你来评量一下我们的那个，法官你来评量一下好不好？来那个 Amy， 来来来给。来跟我们评量一下，看看到底是谁尿在九泽的头上的，好吧？啊，只有公正的法官呢，才能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呢。啊，呵呵，怎么样？安诺，大大喜利吗？是你吗？你的脸为什么有草？为什么挂着一个草，你还不把它拔下来？我刚刚北七耶，啊啊啊！多多，你要冲啊！你要玩，你自己找石头给我玩哦，不然我没有要跟你玩。好吧，你要玩自己找石头给我玩，好吧？你看，九九去询问法官了，哦，他在咨询法官，他的头一半都是尿，怎么样啊？没有球啊，没有球怎么玩？对不对？啊？大大，尿是不是你尿的？你要问他，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也听不懂，那就是，你知道他是他干嘛呀？你看他现在也不知道要干嘛，反正他就是跟着多多做。哦，好像白痴哦。大大，你刚才今晚来玩的冲啥？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把脸歪头，没有？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干嘛？你看多多还知道他现在要玩石头啊？你呢？你现在要干嘛？你知道？啊，你知道你现在要干嘛吗？告诉你北七啊，你叫北七，没有啦，你这个歪头是什么意思？你歪头是你以为我要跟你玩这个草吗？啊，这没有东西可以让你玩啊，没有，你看明明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哎呦，你这北七啊，啊，你怎么像北七的呢？他前面没有任何东西。他就一直歪头这样看我，他以为有东西要给他玩，但是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哦，各位柯南，你们看一下九九的脸，真的就是一条从中间这里一条全部都是尿，黄泛黄的尿，非常整齐的一条哦，就是完全中分的尿。我真心觉得是大大尿的，哦，我真的觉得是大大尿的，但是呢，我询问他呢，他好像没有给我太多的线索，因为他本身呢脑袋是空的。所以我很难去在他身上找到证据，很难去套出来，不像多多，多多可能还听得懂，他可能如果自己尿的话他还会那个，但是你看大大他现在完全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他就站在那边放空他就站在那边放空，多多还知道要找石头，但是大大真的就是放空然后呢，大大你有没有今晚被冲上，他完全不知道啊，我今天是写北七啊，好了，我们不玩他了。哎，九九啊，你就这样心甘情愿头被这样尿尿啊？你这样你甘心吗？啊，你要不要告诉我是谁尿的啊？还是你自己也不知道？我真的觉得凶手是大大，但是呢，问他你也问不出来，因为他就是笨蛋的，他自己没什么想法哦。好了，好了，耶，没有了，多多没有要玩的，我们要走了。好啦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看，走，走啦，好啦，干嘛？翻 OK 啦。然后前面这一位是我们狱警一个明灵，他平常呢就是会独自在这边唱歌练习，然后呢基本上歌声非常的不错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。好，但是呢可能比较害羞一点，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办演唱会，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幸运一点就可以。在公园遇到他就可以听到他那边唱歌，哦，唱一些京剧啦，一些什么都还不错，哦，真的蛮厉害的，但是呢比较害羞，不然的话还蛮